文化局吕局长以及在场的所有的贵宾，还有各位乡亲朋友，各位艺术家们，大家早安，谢谢大家的耐心等候。我们要邀请各位参与的是未尽之旅林瑞珍与他的朋友们特展的开幕式，那在开幕式之后即将要进行的将是座谈会，所以我们要邀请各位一起来热情的参与。刚才我有特别介绍了，在前面坐在这里非常认真刚才在进行彩排的这些是我们苏澳国小弦乐团的同学，他们从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都有，然后他们的乐音非常的悠扬好听。为什么今天要特别邀请苏澳国小的同学们来呢？因为艺术家林瑞珍老师，他是我们宜兰苏澳人，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苏澳的学生们。那这些就是我们苏澳国小弦乐团的同学们，他们将为今天的特展带来两首非常好听的乐曲。第一首呢是莫扎特西游曲 K136第三乐章，第二首是格力格霍尔堡组曲第一乐章，将有同学们带来好听的乐音，为今天的开幕活动来揭开序幕。那我们也邀请各位，待会儿呢将要担任指挥的是苏玉迪老师，那我们邀请各位一起用掌声来欢迎老师还有同学们，谢谢。
谢谢指挥苏老师，还有谢谢各位同学们，谢谢，谢谢。好，小朋友跟我说他们十一月要参加音乐比赛哈，我们他们是从三四五六年级都有，我想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们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练习，那小朋友有机会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合然后来表演，也是给他们很大的一个经验的磨练，谢谢大家给他们热情的掌声，给他们鼓励啊、哦！好，那我接下来也要再一次的感谢今天莅临的所有的贵宾们，那我们在今天活动的一开始也要为各位来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好，那我们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主办方，我们请欢迎宜兰县政府文化局吕信芳局长，谢谢。我们这项活动也非常感谢文化部的大力支持协助，今天文化部的主任秘书陈登清主秘也特别莅临，欢迎，这也是我们的前文化局局长，谢谢，欢迎。好，我们紧接着要欢迎的是行政院前政务委员、台艺大的前校长、永远的馆长黄光南校长，贤伉俪海夫人，谢谢，欢迎，谢谢。好，那我们紧接着要欢迎的是这一次展览的策展人，台艺大美术学院陈匡仪院长，谢谢。好，我们接着要欢迎的是本次的协同策展人，台艺大雕塑学系的赖永兴主任，谢谢。好，我们继续要特别欢迎的是这一次展出艺术家林瑞珍老师的家人，这是林瑞发先生，好，谢谢，这是瑞珍老师的弟弟，特别感谢您能够赶过来，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是著名美术馆赖素林馆长，谢谢，欢迎。好，我们接着介绍是辅仁大学博物馆所的林秋芳教授，也是我们前文化局的局长，谢谢，欢迎秋芳局长，谢谢。好，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是全联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罗欣怡执行长，欢迎，谢谢。继续请欢迎杨英峰美术馆王维尼馆长，谢谢，欢迎。我们接着呢要特别感谢，同时要特别为各位介绍的是本次有参展的艺术家们，如果我念到您的名字的话，麻烦老师要站起来，让我们看看您坐在哪里哦。好，谢谢。我们首先欢迎陈松老师，谢谢，欢迎。好好，老师可能去看他的作品了哈。好，我们接着要欢迎的是李亮一老师，谢谢老师，欢迎。本次参展艺术家，请欢迎蔡根老师，谢谢。参展艺术家黎志文老师，谢谢。参展艺术家黄家亨老师，谢谢。那参展艺术家我们要介绍的是林正仁老师，贤伉俪，谢谢，欢迎，谢谢。参展艺术家许维忠老师，贤伉俪，欢迎，谢谢。我们欢迎所有莅临的参展艺术家们，那如果有再来到现场的，我们再为各位补充介绍。那我们继续要介绍的是东海大学创意设计及艺术学院院长林文海院长，欢迎，谢谢。我们继续欢迎台湾艺术大学雕塑学系前主任王国宪教授，欢迎，谢谢。欢迎大业大学造型艺术学系廖秀玲主任，谢谢，谢谢。欢迎艺术家郑多铿老师，欢迎，谢谢。欢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学系讲师吴俊学老师，谢谢，谢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是艺术家黄玉成老师，还有师母，欢迎，谢谢。欢迎音乐家邝礼阳老师，谢谢，谢谢。我们接着要介绍的是代表庄淑如议员莅临的，这是陈巧轩助理，谢谢。好，那我们要欢迎，这是代表宜兰市公所莅临的文发所的所长刘美华所长，欢迎，谢谢。好，我们继续要介绍的是宜兰美术学会总干事邹森君总干事，谢谢，欢迎。
继续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县级的艺术家庄振泽老师，谢谢，欢迎，继续欢迎南洋美术学会理事长林耀南老师，谢谢，请欢迎摄影家阮喜老师，谢谢，欢迎。好，那我们继续要介绍的是艺术家李宗儒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好，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宜兰县清溪新文艺学会总干事杨世廷老师，谢谢，欢迎。好，在后面哦，谢谢你。好，继续要介绍的是艺术家黄增天老师，谢谢黄增天老师，谢谢。好，我最后要介绍的，这也是我们艺术家，也是东光国中的潘静瑞老师，谢谢，在我们基层第一线哈，来教我们的学生们的，谢谢。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艺术家都特别来到这边，也再一次的感谢各位。那如果有没有介绍到的话，那我们待会儿再为各位来补充介绍。那我们接下来首先要邀请各位贵宾为今天的活动说几句话。我们第一位要邀请的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吕信芳局长，请各位用掌声欢迎吕局长，谢谢。陈主任，那个校长，还有陈院长，赖主任，还有今天很多贵宾啊，我就不方便，还有那个林瑞发先生，就是家属哈，很感谢。今天现场因为公务忙哦，所以今天没办法出席这个开幕活动。那由我代表来感谢各位在场的先进啊，跟各位艺术家。这个展览哦，事实上非常不容易。这个林汝珍老师哈，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哈，就就没有再继续有好的一个发挥啊。那我们透过这一次台艺大的一些老师们哈协助，然后把他过去短暂哈，但是灿烂的一个这个创作史，把它串联起来。那今天哈很谢谢大家。幕后一堆好朋友的一个协助，让这个展可以顺利的开始，好，特别谢谢大家，那很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光临，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文化局李迅芳局长，局长脚有一点微恙哈。好，谢谢你哈，辛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特别介绍，也要感谢文化部对于我们这一项活动的大力支持以及补助。那我们也邀请到了文化部陈登清主任秘书莅临，我们现在就邀请陈主秘致辞，请各位掌声欢迎陈登清主任秘书。局长哈。还有我们的两位策展人，特别是院长系长系尊，那个你名字我今天早上才来问的，那个念那个字到底怎么念，那个永远的馆长，我们的前政务委员这个黄馆长，还有这个我就那个不一一打招呼，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非常特别有意义的展览。哦，对，我应该还再招呼一下，就是林瑞珍的，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啦，好，弟弟哈，那非常的感谢，那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呢，能够跟林瑞珍的家属跟林瑞珍的作品重新再连接一次哈。那个事实上文化部在我们前瞻预算里头呢，那个花了非常多的篇幅跟经费呢，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叫做重建台湾艺术史。那重建台湾艺术史呢，事实上很重要的是从过去的这个很多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之下呢，我们希望它能够深化，然后呢能够更往下扎根。所以我们从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文献作品的收集研究典藏，甚至进到展览。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这个计划呢，事实上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那个
担当文化宜兰文化局呢，就宜兰的这个艺术史的这个重建这个部分呢，已经办过非常多场展览哈。那在今年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北市美术馆的这个不朽的青春哈，就是那个时候由这个林曼丽跟这个袁娟英老师团队所策展出来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那这些展览其实都是重新要来唤起我们国人对于台湾美术的历程哈。那其实这些除了我们可以重新看见这些作品以外，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那个重新认识我们的台湾的艺术家们呢，他们是走过一个什么样子的道路哈。那今年在特别有感的两位雕塑家哈，一位就是黄土水，就是不朽的青春，我们都看到那个少女的胸像哈，那个终于再度呈现在国人的面前。那现在正在展览的普天生的这个作品也非常非常让人惊艳。那所以重建台湾艺术史的目的呢，事实上是要能够让我们重新认识跟爬出台湾艺术家从最早期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日治之前或者是日治时期以及这个二战之后呢，那个艺术家们对于这个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所走过的历程所表现出来的作品哈，能够有一个比较全貌，以及希望能够往那个我们的国民的生活里面走这样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计划呢，其实是也需要所有的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艺术家们一起努力这样哈。那我大概在19年前我去接宜兰文化局局长的时候呢，这个雕像就一直在我的那个建筑办公室的外面。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感谢，其实是我的好朋友林正仁先生不断的提醒我说，我们宜兰有一位这样子 的艺术家，这个非常的可惜，而且其实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作品呢，也就捐赠给宜兰县政府。那今天呢，那个宜兰的这个美术署的重建呢，开始进到这个一档一档的展览。我们之前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是蓝荣贤老师哈。那在前一次我们也知道，就是像王攀元啦，或者是非常多的这个宜兰的艺术家，一档一档的展览。我们其实不负宜兰美术馆的使命呐哈。我们宜兰美术馆不再是只是一个那个空间的这个出租的展览，我们有能力能够策划自己的展览，而且搭着这个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这个任务呢，我觉得已经爬出了非常清楚的这个宜兰的这个美术历程。那特别是林瑞珍这样一位艺术家呢，他跟刚才我提到的黄土水也好，或者是普天生，他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那个世代的这个艺术家。他是在战后之后呢，开始原来我们从台湾去日本开始，有一些那个艺术家开始到欧洲去，像那个林正仁老师或者是这个林文海院长，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开始在艺术的这个探索上面，或者是那个交流或者是学习上面呢，开始台湾有一个更宽广的国际性的这个接触。那其实很可惜的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呢，有一个未尽之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哈。就是谢谢那个陈院长跟赖主任用这样子的方式那个策划这个展览。我觉得这个展览从策展面上面来看呢，非常非常的那个贴切，而且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呢，会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这个宜兰艺术家。那我想从南方澳出来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我相信是穷啦。那个到我小他12岁，我念大学的时候都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更不要讲林瑞珍在那个时代他到国外去念书。所以我想那个
这都是我们非常美丽珍贵的台湾人的故事，台湾艺术家的故事。所以这个展览我相信希望说文化局或者宜兰县政府能够那个多多的那个请我们的小孩子多多来认识。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非常精彩的台湾人的历程，台湾艺术家的历程。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艺术家那个参与，这个他的时代，他的朋友的作品呢，一起都在这个策展里头一并呈现。所以我觉得那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来跟各位说一声谢谢，也传达一下这个文化部对于这个台湾艺术史重建这件事情那个我们所想的事情。也谢谢大家，希望这档展览非常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准备请回座，谢谢。好，我们谢谢文化部的陈登清主任秘书。那我们要为各位补充介绍我们上一档展览的主角，这是林显宗老师还有师母，也特别来到现场，欢迎。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就是永远的馆长，我要请行政院前政务委员黄光南黄校长致辞，请各位掌声欢迎黄政委员，也是黄校长，谢谢。局长，还有我们的主任秘书，我们主任秘书也当过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长，策展人，还有我们艺术界的朋友，我也是台湾艺术大学的校友。今天校友请举手一下，谢谢。还有策展人，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很久的前台湾艺术大学的前校长，不是顾校长，前校长。今天到这里来，就发觉宜兰呢真的是艺术之乡。我刚才问我们的主任秘书，看起来你是不是宜兰到做事？宜兰在我的印象里面呢，不只是刚才他讲的几位艺术家，这里面好多都是宜兰人。那我在当历史博物馆馆长的时候，曾经带一个考古队来宜兰考古。考古什么呢？这个宜兰的文化到底有多深？只可惜呢，那馆长不让我一起做。如果让他一起做，从上山下海一定要去考，包括澎湖的这个水下考古，绝对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去开的，虽然现在很多人故意把它移掉。那我这样讲呢，各位给我一点小小的时间。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魏晋之旅，这个听起来就有一点那个伤感。这个伤感呢，刚刚呢我会到这里来，我不是故意要来，但是呢他和他一起到意大利留学的这个郑多坑先生呢，他说你一定来看一下，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当校长了，什么都不是了。然后他听说他策展人就是美术学院的院长，那增加我来的温度。没有想到今天呢细雨蒙蒙，他不是温度，而是呢心里的一个热度，不是温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刚才郑多坑呢那个隧道是蛮长的，堵得蛮多的，但是怎么一下子到了呢？因为郑多坑先生在介绍我们的陈瑞珍，我以为她是女生啊，一个名字取的林瑞珍先生，她弟弟在哪里？其实刚刚讲的时候，我这个眼睛虽然是红，但其实是很伤感的，因为一个留学生出去要打工要努力。那比如说我看他的作品，这个素描有没有把它翻出来？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文化部刚好在这里，这个可以请他的朋友把它变成作品。因为其实我在艺专读书的时候，一年级也去修杨荫峰先生的雕塑了，所以雕塑的这种
三度空间，那么我们的林瑞征先生已经四度到五度，只可惜什么叫三度、四度、五度呢？三度就是立体嘛，四度什么思想，五度呢理想。这样的一个努力为艺术而工作的人，今天终于在有点老天细雨绵绵之下，让我们在这里相聚，以及台艺大的雕塑系，像黎志文先生呢，今天我们好久不见了，大概十几年了，因为我退休以后你就不见我了。好多的朋友，杨正中这个也一样，我们怎么替他服务？在市立美术馆，在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绝对这边很多人，我们都是我们的对象。所以再想下去呢，这个机会更多的，如果用文学来谈林瑞征先生呢，恐怕会更多的一个细雨霏霏会飘进来。刚刚呢，那个他讲的是莫扎特还是谁？刚好，虽然这个歌曲不一定是这个林瑞征当时的歌曲，但是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用这样来这个当开场白，我相信他的弟弟应该也很清楚。我相信我是见过他，因为这个脸太熟了，因为在艺专前后这些同学大家都很清楚。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谁去找，是不是局长去找这个策展人，刚好有机会把这个东西，今天不只是展览，这边很多他的同学，上下同学都利用这个时候去访问他一下。一个人如果一分钟，你看这里就有一点钟，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建历史的一个真实。因为传来传去，不如呢，现在他们都是他的学长学弟。那么宜兰的乡亲真的是文艺之家，我们呢在这里如果要数台湾的这个著名画家，宜兰呢大概会占了最没有一半，大概30%。所以今天到又到这里来，其实我应该讲啊，局长，我这边展览过，所以我很亲切。我不是宜兰人，很想当宜兰人啊，有没有机会？因为这里真的文艺气氛很多。那各位，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们，你们是幸福的，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给我们讲呢，就是非常的有希望的，因为你在宜兰。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林瑞征的家属，如果他还有什么未尽的，那么请这个策展人向文化局申请，然后向文化部呢做一个计划。我刚才讲了，只说这个如果做成一个，这个可以做出来啊，因为那个素描那不是普通可以做画出来的，因为我画不出来，所以这样讲了。你看，主任你大概可以画出来了。所以我想再讲下去呢，会大家呢就没有机会，因为你没有请我演讲嘛，对不对？好，谢谢今天的这个郑多坤先生，开车一路引我来哈，还有我们的司仪，上次也是你当司仪嘛哈，对，谢谢。还有我们的这个总秘书，我们现在画的都不知道谁是谁，常常搞不清楚了哈，都抱歉哈。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钱征委员，也是我们永远的馆长。我们校长就是很至情至性哦，而且信手拈来，就有好多的故事，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上一次老师的展览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哦，还很希望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一次这样子重温那种快乐的时光，非常的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要向各位来介绍，因为其实我们这位贵宾他在10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来过一次了，这是代表林森庙县长莅临的林忆玲女士。好，我们跟各位介绍，谢谢。那忆玲女士她在10点钟的时候来过一趟，先跟已经到场的贵宾朋友们打过招呼，然后紧接着他就再去另一个活动。可是他有特别告诉我，他一定要来，因为觉得这场展览特别的有意义，还有这么多的艺术家，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林忆玲女士来跟大家说几句话？请各位掌声欢迎现场代表人林忆玲女士，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嘉宾。
我们的文化部的主秘，我们刚刚致辞的校长，我们的陈登清陈前局长，还有我们今天的策展人林瑞珍林大师的家属们，还有我们宜兰县政府文化局的局长，还有文化局的同仁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先要代县长表达一下歉意，因为今天交通部呢在宜兰办理高铁的说明会哦，所以县长是主人，没有办法亲自前来哦。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文化之旅。虽然它叫做未尽之旅，可是我们常常都知道，艺术的影响一直是绵长流远。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一个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底蕴。不论你城市再怎么先进，交通再怎么进步，建筑再怎么好，如果失去了文化底蕴，这个城市没有生命。谢谢。很高兴我们宜兰县呢，它有与天俱来，跟其他城市不一样，因为宜兰县是先从文化发展开始，才慢慢的加注未来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很多城市的改变跟进步及建设。有了这个文化底蕴之后，我们所有的城市的进步都不会偏差，也将会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能够建构一个未来与众不一样的城市。所以宜兰不是后花园，宜兰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的一个新的城市。很感谢大家给资庙这个机会，在这样的理想跟这样的基础之下能够发展宜兰县，也谢谢所有的文化人，在不论是什么人执政，或不分蓝绿，不分政党，不分种族，不分族群，在宜兰的文化上努力不懈哦。我更要感谢我们的这个文化局局长哦，虽然他不是文化人，但是呢，大家看着他今天一只脚穿着拖鞋，一只脚穿着布鞋，从台北赶到这里来参加今天的活动。为什么？因为呢，虽然他不是文化人，但是他用不一样的思维跟不一样的概念，把文化做另外一种推广跟传承。谢谢今天的策展人，谢谢基金会，谢谢你们让宜兰县在文化的底蕴上更加的有不一样微妙的元素。谢谢今天从各界来的朋友，代表林姿庙县长，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林姿庙县长的代表人林应玲女士，谢谢。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要邀请的是策展人。我也跟主秘一样，我也去问了一下这个字怎么读哈，所以我现在可以很大声的读出来了。这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陈匡仪院长，我们请各位用掌声欢迎策展人，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名字真的很多人都不会念哦，这个绝对不是你们的错。那个我首先要跟这个局长谢谢，然后我们的陈主秘，还有我们的敬爱的黄校长，那还有在场的各位老师，然后各位的艺术家们，还有各位的贵宾，因为人真的太多了。我每一次来宜兰美术馆呢，就觉得哇，这个宜兰人对于艺术的热情啊，实在是我们台北人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台北的美术馆开幕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盛况。那当然今天的这个展览是比较特别一点的，那我们的这个林瑞珍她是宜兰子弟，可是呢这个应该就是说她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一个艺术家。那我非常非常感谢宜兰美术馆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而且也愿意启动这个我把它叫做记忆的工程，就是我们把一个艺术家从已经被遗忘，因为这个林瑞珍的作品在我们这个宜兰美术馆的典藏库的里面呢，已经有30年大概没有见到天日了。那这一次呢，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让他重新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记忆工程。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工程，首先当然感谢我们文化局，我们美术馆愿意来启动。那另外呢，我也要感谢就是在我们整个策展过程当中，那么参与一直在我的旁边协助我的协同策展人赖永新主任，然后谢谢。然后呢，我要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这些跟林瑞珍的我叫他们
关系人，因为我们这个策展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人研究过林瑞珍，没有人写过林瑞珍，没有人知道林瑞珍是谁，连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谁是林瑞珍。所以呢，我们真的就像 我常跟这个汉军开玩笑，我说我们是在柯南办案呢，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从那些 很少的这个蛛丝马迹里面要去重新的塑造一个艺术家。所以呢，我要感谢接受我们这个访谈的他的这个学长呢陈正他的弟弟林瑞发先生，然后呢他的高中同学杨正中老师跟廖灿成老师，然后他的学长陈正辉老师，他的同班同学王秀琪老师跟黎志文老师，然后他的学弟郑多坑老师，今天在我们黄校长来这边参与我们的盛会，还有阮文蒙老师，那甚至我们还找到他在意大利的同乡，意大利跟他有来往，那在那边学习声乐的陈明基老师跟李义宁老师，他们都是女士。那也要感谢这个林瑞珍生前的最好的朋友黄家亨老师。那这个林瑞珍的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跟黄家亨老师一起做的，那个时候他们租了一个很小的公寓在艺专的后面，然后呢两个人居然在里面 制作大概六个人的群像，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还要把它切一半然后再运出来，然后因为那时候都是用 FRP 去翻制然后再把它接起来，这个实在太厉害。那我们黄家亨老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负责保管林瑞珍老师留在台湾的作品，那因为这个 黄家亨老师的这个努力，而且呢他后来还自费把它翻制成铜像，然后提供给云林县的这个文化局展出，然后后来也给我们这个宜兰的这个文化局来展出跟典藏，所以呢这个非常感谢黄家亨老师。那还要非常感谢的就是林瑞珍的学弟也是我们宜兰的子弟林正仁老师，他在1985年，对，林正仁老师，好，他在1985年，谢谢林正仁老师，他在1985年的这个时候人在意大利，听到林瑞珍老师过世的消息，马上赶到林瑞珍老师的住所，然后因为意大利林瑞珍老师据说那个时候住的地方是治安不太好，所以呢非常的怕就是说家里面会被洗劫一空，所以他马上就赶去守住那个住处，那找没有找到任何的雕塑作品，但是呢保住了100多张的素描，然后这100多张素描最后他还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送回台湾，透过这个文件会的帮助把它送回这个台湾，然后在隔一年他学成归国了以后呢，他又跟这个我们宜兰县的文化局这边接洽，然后把这一批作品呢最后送进了这个宜兰县文化局的典藏库。那当然也非常感谢家属在1989年的这个时候呢把这一批作品捐赠给宜兰县的这个文化局，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展览，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展览。那当然这个展览呢不是只有林瑞珍的这个部分，这个展览呢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林瑞珍的朋友们，所以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林瑞珍前后三届的参展的学长跟学弟妹们，有陈松老师、李亮一老师、张子龙老师、谢栋梁老师、蔡根老师、陈正辉老师、杨正中老师、王秀琪老师、黎志文老师、黄家亨老师、魏道慧老师、李光玉老师、钟瑞明老师、高正义老师、伍德纯老师、杨凤生老师跟林占仁老师，还有许维忠老师，这都是我们台湾的雕塑界的中流砥柱。那我在想如果林瑞珍还在的话，他应该今天呢会跟他们一起写下台湾的雕塑史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而我们这些雕塑界的这些中流砥柱呢，其实他们都拥有共同的学习历程，就是我们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过去的国立艺专的这个雕塑科。因此呢，我们这个国立艺专的雕塑科也在我们台湾的雕塑史上面扮演了我认为无可取代的角色。所以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座谈会，那座谈会的里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现在我们的校友，然后现在正在贡献于我们台湾的这个雕塑教育的几位老师，我们待会会有一场关于雕塑教育的座谈会，也欢迎大家参加，谢谢。
谢谢陈匡仪院长，院长在致辞之中谢了好多人，其实我们真的要谢谢他，可以听得出来好我们的团队为了这项活动的努力，谢谢。好，那我们最后要邀请的是协同策展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雕塑学系赖永新主任，请各位掌声欢迎赖主任，谢谢。局长，然后县长代表人黄校长，然后主秘，还有我的学长学姐们，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其实这一回啊，能够帮忙策展，其实我应该不要写那个协同策展，我只是帮忙而已哈，没有出什么大功劳。那我觉得身为雕塑系的主任哈，我觉得我们系是这一回应该算是蛮大的受益者啦，就是说。自己系的那个早期的历史啊，有被重新就是拿出来，就是做一个记录，并且做一个展览。那，我这边也就宣告一下，就是这个展览在这里展完之后，也会到我们学校去展出哈。我想我们校长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馆长都非常就是认可这个展览哈，这也是帮我们台艺大做一个宣传，然后自己本身就也是觉得非常的荣幸啊，可以。帮这个忙。那在整个腰展的过程啊，其实我是觉得说跟这些老学长就是跟他们就是联系啊，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温馨的，然后也跟陈院长去做了一些访谈，那就是说以前在学艺术都非常的辛苦。那刚陈院长已经报告得非常的完整了，我就不再多说这一方面的，但是就是他的作品啊，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应该说是西方的罗丹那时候的雕塑，就是透过大陆哈来到台湾，或是透过日本来到台湾，在雕塑系这边延续，然后是非常早期，雕美术科雕塑组到林瑞生的时候刚好是第九年，所以是我把它看成是就是应该是个酝酿的时期，就是说那时候的那个国展啊，全省美展啊，我要确认一件，黄校长，你是不是有拿作品、雕塑作品去参加过展啊？有哈，我一直怀疑那是不是黄校长，哦，那应该是啦哈。那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看那个，就是画册啊，都还是头像啊、全身像啊。那时候林瑞生学长作品啊，就已经觉得在构图上还有那个规模上啊，就有一点。不一样，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有他就是努力的痕迹。那我想在那个时期那个学长姐们的酝酿之下，然后我们看到这一回就是腰展的这些18位艺术家，其实他们也很用心，有一部分是拿就是当时的作品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原貌，那有一部分是拿现在的作品，好，那也看到说他们现在在台湾的雕塑界，应该不是只有台湾的，就是世界的雕塑界发光发热，好，这个让我们在校的就是老师学生都感到非常的光荣，好，那我想今天在这个场合，我真的是有一点激动哦，就是说在学校教学，然后。自己的前辈们 有被拿出来这样展览讨论啊，也是觉得回去跟我的学生们做一个交代哈。那在这里真的很感谢啊，宜兰县政府，然后文化部，好，还有各位学长姐的那个出品，好，那这边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很辛苦做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展览，好，非常感谢各位，谢谢。谢谢主任，谢谢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校友、学长、学弟、学姐、学妹们之间的感情，我觉得特别的浓哈。讲到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感动。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其实我们今天活动的最后，我们刚才其实有问过了，就是瑞珍老师的弟弟，可不可以要不要说几句话？好，他很客气哦。我们刚才县长代表人还有局长有提醒我一定要邀请，不过我知道他刚才也很客气婉拒，可是那你可不可以站起来，我们用掌声来送给瑞珍老师，好，今天代表他的弟弟哈，谢谢我们台湾的前辈的艺术家
有这样子的作品，让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欣赏，也谢谢您可以前来，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所有的贵宾，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指导单位文化部、主办单位宜兰县政府、承办单位县政府文化局以及合办单位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谢谢。那我们紧接着即将要进行的将是座谈会的部分，我们的主题呢将是学院雕塑教育，将邀请陈匡仪院长、赖永兴主任、林文海教授、王国宪教授以及廖秀玲主任来语谈。那欢迎各位的参与，谢谢。